回望当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又到咗瘋人院嘅時間，我係比亞，我係 Johnny。咁啊，我哋係啦，咁咧，我哋再講多次啦。六月八號，九點，不過其實唔係九，朝早九點，係梁比陣英將會出席呢個咁樣嘅四日都係咪 Think Asia Think Hong Kong 呢個嘅咩叫咩啊？誒唔好理佢啦，都係嗰啲 event 啦，係啦 ，OK。咁咧就喺呢個downtown嘅 Fairmont Royal York。酒店嗰度，咁咧呢個關你蛋字咧，即係你去 search sandwich politics 咧，佢排即係擺頂咧，那個 event 就喺嗰度啦。係啦，佢哋已經整咗 event 㗎。係啊，咁咧就係啲 detail 都喺嗰度啦。係啦，八點半喺嗰度等你，唔好九點去。係啦，即係八點半喺門口等，叫咩咁？你見到一班人咧，就係嗰班人㗎。嗯，咁八點其實係唔止 Facebook take going 嗰啲人嘅，因為有啲人冇 Facebook 啊，即係都聯絡咗一批人係會去。係啊，總之已經有一扎人。有一扎組織係會一齊去。你就算你就咁企喺嗰度咧。即係你企喺嗰度，人頭湧湧咧，已經幫好多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最好，如果你整個龍獅旗咧，咁你斬 show 個龍獅旗咧，啲記者影咧，已經好好噶啦。好大 impact 噶啦，已經。龍獅旗啊，鳳凰乜鬼旗啊嗰啲啊，陳雲嗰啲啊，你是但攞拱曬出嚟得噶。係啊 ，OK， 咁記住啊，即係六月八號星期一嚇。好。好啊，咁咧，咁今集咧，仲有就係。你知唔知上即係過咗嗰星期日咧，咁就有個 event 喎又，唔係即係成其實係過咗嗰個禮拜，成個禮拜原來係叫咩香港週啊！香港週咁咧，即係我哋咧關你蛋字咧，其實都諗住搞佢噶。咁但係我哋唔搞都有人搞佢嘅。唔係，但係咧，但係 at the end 冇搞啊。咁 at the end 冇搞其實係好嘅，因為我睇佢啲。他的 event 香港州的照片其實沒什麼人來的，沒人來的，試過三四隻在那裡，所以如果搞他呢，如果搞他的話呢，反而好像幫他 promote 了，是的，是的，但他自己說到自己的氣氛即是很多什麼鬼，不是 他的晚會呢，他的晚會說很多人，晚會真的很多人去的，他的晚會叫什麼春光花園，不是，不好意思，是香江花園香江花園夜奇妙之旅，是的，那是不是春光花園，春光花園夜，我不知道，但他都人頭都挺鼎盛下的，有咩幾百人去係嘛？我唔知啊。呢個唔知啊。唔知啊 ，OK。咁就請咗 See All Star 啦。See All Star 啦。其實咧，其實 See All Star 唱咩歌我都唔知嘅。See All Star 唔係 OK 出名嘅，佢哋係咪頭功就有得斟酌。我想問 See All Star 係咪之前做維穩 show 嗰個啊？維穩 show 係 Mister。哦。嗰個 band 就。哦，係 ，sorry。就做咗，但係佢哋捐翻啲錢出嚟。唔好意思啊，即係太多呢啲咁樣，我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其實。係啊，即係兩。唔係，其實係咯，你香港講真，香港嘅樂壇有咩？即係邊啲人係維穩，邊啲人唔係咩？其實好露曬出嚟㗎啦。如果你有少少留意，你都知邊個係，即係佢哋你睇佢參加咩活動啊，你知邊個投共邊個唔投㗎啦。有啲人係，即係有啲係專登係唔參加呢啲活動嘅，我知。O K。咁嗰啲有啲骨氣嘅。嗰啲 O K。咁其實我覺得仲係人唔使咁表態啫。咁其實又係啦，即係唔係你去呢啲活動冇乜所謂咁樣，但係你即係大是大非你都唔好咁張揚咁樣啊！即係好似陳奕迅，陳奕迅係完全冇講過一句説話，對於所有政治嘅嘢，咁佢咪一樣即係你理得佢政治立場係咩？佢唔講出嚟，冇人知咁。即係陳奕迅做得好好就嘅話咧，係。
佢係會鬧你啲班友仔，即係你，即係佢唔會為咗你啲觀眾，佢唔會討好你啲觀眾咯。係啦，佢唔會將即係佢覺得你，佢覺得你廢，佢鬧你。喂，邊個我而家你入場俾錢我，即係睇我，你唔係睇自己啊嘛？係啦，係咪？即係佢係對於嗰種香港人嗰種好，我俾咗錢我就大曬嗰種嘅心態係好鬼不屑嘅。即係好似蜂王漿嗰嗰個嗰啲蜂王漿。宇宙章即係呢啲好明顯係就係為咗揾食啦，就係咯，係咯，討好觀眾。咁揾食係咪犯法啊？揾食有時真係犯法嘅。係啊，係啊 ，OK。誒，講翻呢個，咁不過犯都犯又點喎？哇 ！OK， 好啊 ，OK， 咪講翻呢個。即係春江花月夜啊！唔好意思，香港花月夜。香港花月夜奇妙之旅。係啊，咁咩？好出七啊個名。嚇！咁咧呢奇妙之旅去迪士尼咩？我講迪士尼咩人去？迪士尼咩人去㗎？大陸人啊，咁啊係咯，咁有邊人有邊個出席咧？呢、這個出啊香港花月夜咧，咁就有我哋最中意嘅陳國智。哎，我哋又講佢唔少啦，真係我哋嘅老朋友啊，老朋友陳國智先生，又係一有佢喺度咧，一定係冇換場嘅。係啊，咁咧有一直係出嚟叉下水咁樣嘅。係啊，咁咧就有即係香港經貿處嗰、那個。公關主任都唔係主任，即係官啊，即係香港嘅官啊 ，basically 即係經貿處就係一個香港嘅，你當係香港領事館啦，加拿大嘅，即係佢個功用就同香港領事館差唔多。係啊，仲有其實即係中共嗰、那個中共領事館喺度，即係都係嗰條街，唔係都有參加㗎，都有參加，係、okay、啊，都有參加㗎。咁佢就做咩咧？呢、這個 event 就所謂咩？咩宣揚香港咁樣啊？唔係佢有個咩嘅，有 statement 嘅，最尾呢個叫其實成個組織叫加拿大香港協進會（括弧多倫多），亦都係簡稱加港協進會嘅。咁佢哋都係講埋曬啲咁樣嘅乜鬼加強兩地交流啊，促進大多倫多地區來自香港的人士發揮潛能，即係都係嗰啲嘢啦，都係嗰啲咩叫加拿大作出貢獻啊，又投資又剩啊，即係俾錢去玩咁啦，都係。你其實咧，如果你睇佢個 website 咧，喂，即係陣間先講下 website， 即係你睇佢個 website， 佢係有個有個咩 statement 嘅。咁佢 statement 咧就係、是、講埋啲共產中文嘅。我俾個共產中文嘅例子俾你。咁佢協會宗旨就係咧。促進多倫多的香港移民的福祉及加強加港兩地交流，即係你嗰兩個的咧，其實都係多 Q 完，係咯，即係呢啲就啲共產中文啦。其實可以唔要嗰兩個的，佢句嘢都係 make sense 嘅。係啊，嗱咁咧，即係咁我哋講到嗱呢、這個叫多倫多加港協進會，大家可以上 Google search 係 search 唔到嘅。俾一網址大家啦，係啊，或者係 chka-tor.ca 係啦 ，OK， 我哋都可以擺埋上網，擺埋上係咯，你有興趣睇，但係其實冇乜料到呢個網其實好鬼雞嘅。你如果上去網址睇咧，佢個網址個 layout 咧係一個小學生都做到嘅，即係好渣嘅係，即係唔係而家小學生喎，而家小學生都幾 pro 喎，係十幾年前嘅小學生喎。咁即係你去到係嗰個網址就係、是一個即係一塊嘢咁樣咯，你唔見有咩 design 乜鬼剩嘅喎。係啊，然後有好多曬位啊，19 logo 咁樣，跟住加個。加啲字咁樣，啲字又唔啲方字又唔對稱，係咯、啊、一段用呢個方，另一段又用另一個方咁樣。係啊，懶係咩咁樣？係啊，咁即係咪特登你唔小心？我唔知啊，跟住有時又用殘體字，有時又用正體字，咁有啲咧就冇正體字，即係冇中文啊，得英文。OK， 啲方咧全部唔一樣嘅。係啦、啊，跟住最尾佢又佢喺頁啦 ，about us 啦 ，about us， 跟住佢又冇中文啦，冇話關於我們嗰啲咁樣。係咯、啊。跟住之後佢碌到底就係、是。list 咗佢入邊嗰啲 director， 即係佢啲董事啊。係啊，不過我哋講下，即係佢幾時成立先啦。O K， 係10月8日，即係上年。即係雨傘革命期間。革命期間。革命期間嘅。咁其實佢即係嗰啲傳媒咧就問佢，佢話你而家成立啲咁嘅嘢，係咪有啲咩意圖咧？擺到明啦，其實。跟住佢就噏咗啦。
佢話唔係零八年，佢話零八年開始籌備。我心諗，喂，你搞搞啲咁容易嘅嘢，啲小學生都做到咁細，仲要你成立，仲要係一開始成立係冇咩嘢做嘅喎。係咯，係咪？即係唔係我信佢得幾丁友嘅啫。即係我信佢可能零八年開始傾，但係佢諗住趁即係傾下，佢一路都冇人敢落手做。喺到而家會共匪落窩打啦！佢究竟零八年開始傾啊？開始傾，零八年先開始。共產黨佢開始傾，即係開始醖釀啲嘢。但係佢哋雨傘革命嗰陣，共產黨就話：，喂，唔得啦，真係你落手搞，你搞呢啲嘅話，和諧下先，即係。佢咪想同下先咁樣？佢咪想同港家聯去冚啊？你覺得？港家聯又冇咩，即係佢呢個講到明係即係同貿易有關，即係做好多貿易嘢、文化交流啊。港交聯就真係支持嘅，即係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嘅，即係專係我嚟支持呢樣嘢嘅。其實多倫多都有另外一個組織咧，叫做香港情懷啊。哦，係。香港情懷亦都係加強。同港交聯有啲拉楞。有啲拉楞㗎。但係佢有少少本土喎。佢係本土嚟。香港情懷其實是很本土的，本土嘢。香港情懷是真的 promote 香港的文化，即係加拿大，唔止加拿大，其實係咪喺全世界都是噶？全世界都有分布，係咪啊？哇！咁我唔知啦。唔清楚。我其實認識有啲人嘅，即係入邊佢自己有隊 band 啦，嗰隊 band 有啲人都係我識嘅，我都幾熟嘅。你都係咪有去過佢哋啲節活動啊？我有，其實我有一次去支持個 friend， 因為佢嗰次夾 band 咁樣， okay。 就幫佢哋。Okay。 但係去到即係聽佢哋講啲嘢都幾本土嘅，其實。嚇嚇，即係佢就真係 promote 香港嘅文化。咁佢哋做過好多嘢㗎，即係佢哋亦都有上展啊，亦都有咩美食有音樂會啊，有 panel 啊，係啊，研討會啊嗰啲嘅。係啊，即係做得好好嘅香港情懷。OK， 咁大家如果想睇下啲 promote 香港文化嘅嘢咧，唔使睇呢個加港協進會，你去睇香港情懷係仲好嘅。佢都唔係 promote 嘢，佢都係為維穩嘅啫嘛。即係佢咁講啦。咁講唔係，其實你講即係嗰次嗰個香港周，佢嗰個相展入邊啲相都係冇咩特別。冇六七暴動。冇六七暴動啦，呢個最緊要咯。冇六七暴動，冇雨傘革命。冇雨傘革命。佢亦都係好。佢係非常淡化回歸唔係回歸主權移交之前嘅嘢㗎。係啦係啦。佢非常淡化嗰即係九七之後嘅嘢就着重咗好多嘅。係啊，佢九七之後嗰啲所謂建設啦，但明明香港都係英國 plan 嘅啦，建設。明明香港係最輝煌最輝煌嘅時期就係九七之前啊嘛。係啊，八九十年代。係咯。佢就八十年代嗰陣。佢嗰度略大啦，咁你話五六十年代梗係隻字不提啦，因為五六十年代係即係你一定拉到中共，一定會丙佢，係啊，嗰陣好多文革嗰啲啊，係啦，都一定會講到，係啊，所以咧就呢個係咪維穩組織咧？咁佢就出個聲明嘅喎，五月頭嗰時，五月頭出個聲明就話即係話自己政治中立啊，自己唔係做即係唔係任何會做政治嘅嘢啊。佢個其實好鬼好鬼鴕鳥咯，成件事，因為佢哋就話自己唔係政治，即係冇政治目的啦。咁所以佢哋喺個相紙度完全所有關於政治嘅嘢都冇一啲都冇加，即係。政治的佢係好鴕鳥嘅，咁即係佢係特登唔加啲嘢，懶係話哦政治嘢唔理，即係可能佢六七部都唔擺，雨傘革命唔擺，可能即係佢懶係話啊兩邊我都唔支持，但係你咁樣做，你其實係鴕鳥嚟嘅，你特登唔講咁樣。佢咧唔係啊，仲有另一樣嘢，佢要特登有聲明啊。咁佢話有網上留言咧，即係有傳言啦。咁其實。我即係邊個話佢係維穩組織咧？其實係我哋關你蛋字話佢先嘅。跟住佢哋自己出份聲明。佢哋就即係喂 ，OK。如果你個組織真係咁公平嘅，即係咁所謂主流啊，你使乜理個我哋關你蛋字啫？我哋關你蛋字好勁咩？其實老實唔係我哋關你蛋字嘅，咁即係我哋係買 radio。我屬於關你蛋子成員。係啦，咁咁其實我哋即係呢邊，或者你呢邊呢個組織啦，其實影響力真係唔大喎。係啊，少開三四隻嘅其實。係啊，
其實即係今日我睇咗篇文啦，話本土派唔知睇咗篇文定一個人嘅 Facebook status 有個人 share 咗，就話本土派喺香港好似其實好似已經壯大緊，但係其實本土派壯大係 compare 與上革命之前係壯大咗，但係喺主流嚟講，與本土派仍然係一個。即係唔係主流嚟嘅？係啊，主咁咁絕對影響力仍然係唔夠主流咁多嘅，絕對唔係主流，亦都唔夠即係所以即係大家作為本土派，即係可能細起啦，大家需要認清呢個事實，就係其實影響力冇我哋想象咁大。不過咧，即係咁講啦，但係其實大家唔使灰心嘅，就係每一次社會有個變革啦。的時候咧，都係一小撮人去帶動嘅。係啦，係啦。而到尾係你帶動到某一個點咧，嗰、那個會到 critical mass 先會轉嘅。嗯。但係你亦都唔代表一轉之前好多人係嗰少數嘅人喎，係一定要嗰少數人去帶起嘅。係啦，係啦，亦都無疑而家本土派亦都真係越嚟越多支持者嘅。係啊。即係越嚟越多人係。是支持本土派的理念的，就算他不口，即就算不自稱本土派，但你聽他講嘢，他都話：，成條、哎、街都大陸人啊！係啊，我去邊度都塞滿曬人啊！我搭地鐵好逼啊！即有些人會話他哋做熱狗啦，係啊，係啦，咁樣就唔係就算唔係熱狗，他都講呢啲嘢喎。咁啊唔係，咁你唔認熱狗，你就係熱狗啦嘛。O K， 唔係咩？OK, 好，咁咧，好啊，我哋講翻咧，呢個加港協進會，咁咧，我哋頭先就講，即係相比關你蛋事咧，即係佢哋好犀利啦，咁佢即係佢哋咁多人力物力，又要共匪啊，撐住佢，係啦，咁咧，即係佢嗰啲人咧都。即係表面上都幾大粒啦，即係相比我哋係 no body 啦，係咪？嗯。咁我哋可以即係講下幾條有啲人係咪？有幾條友啦。講下邊個先啊？嚟講兩，跟住講兩個主席先啦。咁咧兩個主席 ，OK， 一個主席咧就叫做梁萬邦，叫 Benedict 梁。係啊 ，Ben 梁 ，OK，Ben 梁咧就做咩咧？就開會計師樓嘅。嗯。OK， 叫 Lang and Company 啊。咁咧，其實佢問佢先，佢個 website 都幾廿分，跟住有殘體字同繁同正體字兩個擺埋並擺，但係淨係得佢嗰個係嘅啫喎，其他嗰啲唔係佢好唔 standard， 有啲咧就係擺英文，有啲咧就擺簡體字，殘體字、正體字、英文，有啲咧就淨係擺殘體字，有啲係正體字一段嘢，跟住中間有幾隻殘體字，係咯，即完全呢邊冇人，邊個整㗎呢個 ？OK，anyway， 唔係OK 咁係啦，咁講講呢個梁萬邦先啦。其實佢喺入邊佢介紹嗰啲 director 咧。好多即係佢根本上係完全唔提佢哋嘅政治背景嘅，即係全部都係提佢話我係乜商會會長啊，乜唔係公司高層啊，公司係啦，乜公司即係例如佢大部分都係公司高層嚟介紹呢個梁萬邦咧，佢就係話佢係呢個會計師事務所嘅合夥人啦，同埋亦都啟動和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並獲得許多殊榮，就咁多。係啊，就係咁多啦。係啊。咁你即係你就咁睇，你覺得哦都幾正直啊，又開會計師咁樣。係啊。但係咧，佢係正直，不過唔使終須黑食。係啊。咁樣即係你睇翻佢啲資料啦。咁我哋即係亦都抄到。即係你梗係要起下佢底啦。即係我哋唔係高僆仔咁，我哋冇乜起底能力。但係即係你都睇睇佢啲佢之前有啲新聞啊，關於佢嘅，其實佢係呢個咁樣嘅叫唔記得咗叫咩名咩正義聯盟啊？正義聯盟，即係咪同李思義？啊，咪先，我 search 翻先，係啦 ，OK， 揾到啦，係呢個叫做維護公義聯盟。OK， 咁英文叫 Fair and Responsible Governance Alliance 啦。咁咧就係你如果上佢哋網咧，其實佢大部分超過一半嘅 post 咧都係關於反對食刺嘅。咁咧佢超過一半嘅 post 係反對關反對禁刺咯。反對禁刺，即係佢哋想
恢復翻有得食錢。佢剩低嗰啲 post 咧，就係佢哋聚餐 annual dinner。係啊，咁佢哋聚餐有冇食錢咧 ？OK， 我哋揾翻佢第一個 post 啊，係2012年1月11日。OK， 佢哋叫做公義之宴喎。唔係喎，都係反對食錢嘅喎。唔係反對禁刺咯。反對禁刺。係啦，因為嗱，我係俾啲 background 大家啦。其實喺多倫多嘅萬錦市咧，係而家已經係噶啦，係誒唔俾食錢嘅。即是如果你去酒樓你是吃不到刺的，是啊，那這個其實是不是你吃到，其實吃到的，吃到啊，它轉了個名字，即是不叫刺的，是它不叫刺的，你真的即是你偷偷摸摸地吃咯，其實 它不是偷偷摸，它很公開地賣的，但就不是叫刺，它不是叫刺，即是法例，它走法律罅，它是走法律罅，也都即是它是 很明顯是刺，有刺賣的，是不用偷偷摸摸的，是的，但即始終那究竟它們聚餐有沒有吃刺呢？不知道，你看它是不是 Markham 吃，如果是 Markham 吃應該都可能有，但就不是叫刺了，是的，如果你這樣說，吃不是犯法的，你是賣才犯法的。 OK， 釣魚台果然是 Markham 的，是的，咦？咦，即是这班友仔即公开为违反即以他的逻辑是违反法治啦，即公民抗命喎，公民抗命喎，竟然哇，OK 喎，你真係你班友，唔怪得叫做维权公义啦，真係啊，但入边啲人系共匪嚟嘅，系咩？即你头先讲嗰个咩啦？呢个。梁萬邦啦，即係頭先呢個加港協進會嘅主席。梁萬邦係咪共匪咧？呢個我唔知啦。呢個真係唔知。但係咧，講另外一個 director。未得住，你就講埋呢個先，講埋呢個公益聯盟，講埋呢個梁萬邦先。咁呢個梁萬邦咧，就係呢個公益聯盟嘅主席啦，或者即係共同主席啦。然後咧，呢個維權公益聯盟咧。咦，有陳國照，係啊，梗係肯定出嚟抽水嘅，就啲馮春同啲人同啲華人嘅嘢有關啫。咁佢哋咧，佢哋反對禁刺。咁其實喺香港啊，或者好多地方都已經即係有環保團體話啊，食刺係唔好啦。唔單止係即係有啲鯊魚瀕臨絕種啦，就算唔係瀕臨絕種嗰啲，你就算捕獲佢哋都係一個唔道德嘅情況去捕獲。即係有啲魚係你割咗佢鰭落嚟。你放翻佢落水咁樣，咁等佢自然死。其實你知唔支持食刺嘅？即係你會唔會？我咁講啦，我問啦，你支唔支持禁刺？禁刺 OK 嘅，我支持嘅。即係我又唔想講話我話支持乜嘢唔支持咩，但係 depends on 個情況咯。如果你睇翻其實而家好多鯊魚佢捕獲嗰、那個佢係一個好唔人道嘅方式喎，咁以呢一個角度嚟睇，我係反對嘅，即係反對佢咁樣嘅。咁如果啲鯊魚係養嚟食咧？養其實呢個亦都好 debatable， 即係你養啲鴨嘈肥佢食鵝肝咁樣，即係嗰啲鵝食鵝肝咁樣，咁你又係咪人道？即係呢啲好多可以 debatable。但係你咁樣割只鯊魚落嚟，即係割佢鰭落嚟放翻落海，呢個好明顯就係不道德。係，我係，但係你即係我其實我係好反，我都好反對食刺嘅，因為我覺得刺啲一來唔好食啦。OK， 一來唔好食，二來好貴啦。亦都係啦，係啦。咁我係好反對嘅。OK， 即係應該係中國人嘅劣質文化遺留落嚟其中一樣嘢。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養佢食，養嚟煮嚟食嘅，咁你食曬成條，咁我覺得食曬成條冇問題嘅。即係你係有隻牛都食曬成隻牛，我啱嘅啱嘅。OK，anyway， 咁留翻呢度。咁佢哋有咩？有啲咩論點咧？去支持佢呢樣嘢咧，就話哦。他們說是在禁刺過程中，華人被聯繫到與消費和買賣非法捕獵魚刺產品有關，並被暗示為不守法的公民，令華人的尊嚴及形象受到很大的傷害，即是上綱上線啦，就將這些抹到很大啦，接著呢就說許多對加拿大華人的負面評論自此出現，破壞了社區和諧。他又很喜歡這些破壞和諧，我說不行，究竟是誰破壞社區和諧呢？就是這班友在那裡撐足醜，即是你來到一個國家， OK， 你來到一個國家，你是覺得他好你才會來他的國家而已，是的，那你來到一個國家就想將他變做是、你的來源地，那你來到一個國家做什麼？但是你這個東西其實這個這樣的所謂的咩啊？
公義之言，其實成件事好鬼好鬼啊，好鬼 ironic 噶喎，我唔知點講啊，即係好好鬼。佢公要公民抗命咯，即係佢叫公義之言，然之後佢但係佢支持食魚翅，跟住叫班人嚟籌錢俾你，叫班人嚟一齊食魚翅，係叫班人嚟籌係籌款萬嘢嚟噶嘛，叫班人籌款支持你去食魚翅，即係你想點呢個嘢？佢其實係咪即係呢個嘢想點？唔係其實係咪魚翅會咋？即係佢哋想食啲，即係佢哋想一齊食魚翅，啲人咁咧就夾錢。夾錢買啲貴啲嘅魚翅嚟一齊食，係可能係咧，真係唔知喎。OK， 喂，唔好講呢班嘢，呢班嘢好無聊。OK， 係咯，哇，仲要開到110席喎，最尾得冇講呢班。OK， 好無聊其實。咁咧 ，OK， 呢次嚟到呢度先，咁我哋下一節再嚟。OK， 好啊。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好，翻嚟風人語第二節，係啦。咁咧，我哋就繼續講呢個咩加港協進會。係啦，咁頭先就介紹咗呢個嘅梁萬邦啦，就話佢係呢個咁樣嘅好鬼唔知想點嘅公義維權公義聯盟，即係魚翅會啦，魚翅會嘅主席啦，咁樣。魚翅會主席咁樣。咁咧有另一個大大粒嘅喎，另外一個加港協進會主席啦，就叫做陸炳雄。陸炳雄，如果喺加拿大，應該係即係如果你喺加拿大住咗一輪咧，你應該都會聽過陸炳雄呢個名噶啦。係啊，即係聽過佢啲廣告啊，咩陸炳雄投移民顧問啊嗰啲嘢啦，即係佢搞移民噶啦。搞移民啊！聽講好多搞移民公司都使黑錢噶喎。係嘛？係啊，即係江湖傳聞啦，唔係我講啊，我聽講係啦 ，OK。係咯，咁佢又咁有錢，真係唔知喎。乜加紅？加紅集團啊，佢叫做 OK。OK， 係啦，咁呢個陸炳雄係咩料咧？陸炳雄就是呢、這個係啦，嘉鴻集團總裁。然之後咧，無端端咧，即係你上個 website 睇啦呢，其實，但係無端端喺呢一段嘢入邊咧，就有幾隻殘體字嘅。你想用匪語講嘅？呢個加中海外交流協會會長及加中，你扮唔似啊？又唔似啊？協會會長，OK OK， 及呢個中貿易加中貿易促進會，即係呢啲咁咪揀。簡化咁即係講乜？係啦，即係叫加中，即係咩中出會所嗰啲啦。係咯，你真係你講唔知咩嚟嘅。即係講乜 ？OK， 即係又係匪語啦。係啦，係啦。好啊，咁啊。咁佢話曾經三次隨交個總理到中國訪問喎，咁佢中國做啲咩咧？係唔係佢呢個唔係佢隨中國訪問啦？咁佢亦都好中意咧去大陸做嘢嘅。係啦，誒咪睇下佢獲中國國家領導人及常委等會面而握手。咁佢點解會獲中共國家領導人及常委等會面及握手？呢個真係出曬面啦！咁你就去哇！佢叫 Tony Lok.ca 啊 ，OK？ 你就 Tony Lok 係佢英文名啦。係啊，跟住你 search 好嘢 Tony Lok.ca， 即係幾咁。你大家去 Tony Lok.ca， 咁咧佢個 website 個 background 咧就係楓葉啦。咁咧但係咧佢有一個好似 Facebook 嗰個 banner 喎。咁佢 banner 就係咩？banner 就係佢去政做，即係佢去政協嗰時。十二屆政協 ，OK， 咁咧佢有 background， 咁有就紅旗啊，有個中共黨徽喺度啊，咁好明顯，好明顯，佢即係佢真係政協嚟喎。係啦，咁即係共產黨員啦。佢真係做政協係咪共產黨員啊？我喺我眼中係噶啦，你投共咯，即係投共。唔係，你有共產黨黨員嘅身份同你做政協好似係兩回事嚟喎，係嘛？唔係咁，你係即係。好啦 ，anyway， 即係佢同中國共產黨係有拉能啦，有好大關係啦。就算唔係黨員，佢都同啲黨員有拉能噶。嚇！佢亦都係政協嚟噶，嗱佢政協嚟噶 ，OK。係啦，政協嚟嘅。係啊，佢有去開會㗎，佢係即係屬有份拍手㗎。即係佢屬於嗰只係點樣海外僑民嗰只政協啦。嗯。咁佢就。應該都有拉埋加港協進會，可能有一兩個都同佢一齊去嘅。係啦，係啦。咁樣咧？咁樣你去 TonyWalk.com 咧 ？TonyWalk.ca 。TonyWalk.ca 就全部相咧，全部相都係佢開政協嗰啲相嚟嘅。係啦。咁即係你見到佢喺度嚇，喺個會議嗰度又握下手，又摸酒杯底咁樣。係啊。全部都是北京市市長的照片，那有什麼政協
又話係咩榮譽證書，哦咩即係咩華人企業家嗰啲啦。然後你睇佢 biography， 即係睇佢啲生平咧，佢可以講咩自己十六歲隻身去加拿大讀書，作為小留學生，當時喺加拿大舉目無親。我都係喎，以半工讀，我都係喎。學業你睇清楚，你睇清楚。半工讀又係攻擊個工。半工係攻擊個工喎。佢攻啲咩？即係佢想攻擊啲咩啊 ？OK， 係咪共產黨背後嘅一啲陰謀？我真係唔知啦。想入侵加拿大啊！以半工讀。OK， 即係你講啲咁嘅嘢咧，其實我話你聽啦。矯情咯。好多香港留學生都是這樣的，是的，其實有什麼特別，只是在矯情，你是 nothing special， 現在都是這樣的，是的，就是我即係區區就係咁樣啦 ，OK， 我都係十六歲嚟嘅，讀中學 ，OK， 我都係半工讀 ，OK， 係咯，不過佢人哋送薄餅咁啫，係啊，即係佢呢度寫話佢送過薄餅啦，喺麥當勞做過，有邊個唔喺麥當勞做過？好多人喺麥當勞做過㗎，好多 friend 都做過麥當勞啦，唉，由基層做起，即係唉，佢咁樣講自己，大班人都係咁啊，係咯，好咩？好啊，咁嗱，大家記住喎，呢個陸炳雄係政協啦。咁而佢係加港協進會嘅主席喎，咁究嗱大家可以拗啦，究竟加港協進會個主席係選出嚟啊，定係陰點？定係唔係陰點？定係佢哋可能今日佢哋搞嘅，咁佢自稱主席。嗯，即係係咯。係啊，咁多數唔係選出嚟㗎啦，因為佢哋真係最大粒㗎嘛，即係今日佢哋搞出嚟㗎嘛。即係一個政協。是一個政協，他搞一個組織出來，搞一個組織出來叫加港協進會，而他不是選出來的，我看他即是 他搞出來的，是的是的，那究竟他的組織用 Hidden Agenda 呢，這個很值得懷疑，嗯，那即是他口聲聲就說自己就是做即是經濟交流文化交流那些東西，嗯，那其實呢他在雨傘革命的時候呢就即係就嗰啲傳媒問佢，佢話你有冇政治背景啊？因為你揀啲咁嘅時候去成立呢個會喎。咁佢話冇嘅，但係佢就話大家要留意多啲基本法啦。嗯。咁佢亦都即係佢問呢，佢就問唔係問陸炳雄啊，就問嗰個梁萬邦。梁咩啊？梁萬邦。佢就但佢講一段嘢，我其實都唔知佢噏乜嘅其實。哦。總之即係佢。炒翻出嚟先，炒翻出嚟先。佢就嗰段嘢。佢就講一段嘢，就話係公民抗命咩唔係一個目咩為咗個咩目的？如果冇我唔其實我唔係好知佢講咩啦。總之 anyway， 即係佢哋係冇話直接話反對雨傘革命啦。咁但係佢哋嘅口吻就係反對嘅。唔係佢哋話咧，即係佢話佢哋喺度講話雨傘革命，即係佢哋叫佔中啦。係係。佔中人士唔係佢哋做緊嘢唔係抗命咯。係啊。因為佢哋認為抗命就係、是、哦，你個目的，你係咪非要達到個目的不可？係。如果係嘅，嗰個就唔係抗命，嗰個就係革命。呢、這個係佢喺訪問嗰陣講嘅。咁如果抗命唔係為咗達到目的，咁抗命是？咁抗命為啲咩咧？係咯。係。真係唔知喎。咁你嗰、那個嗰、那個亦都唔叫抗命，嗰、那個叫表態啫。係咯，係咯。係咪？咁係咪革命？咁係革命喎。亦都係㗎，佢都講得啱。我哋by definition， 革命就係改變現有嘅嘢啊嘛。係啊，改變現有嘅政制咯，而家就係。係，而家咪講現有政制咯，咁係唔係革命咩？係，我哋嘗試改變。係啊，改變個政制。你 fail 咗。不代表不是革命的喎，呢個黃花崗起義嗰、那個都係革命喎，只係 fail 咗啫嘛，係、嗯、咪？即係我其實嗰段嘢我唔係好知佢講咩嘅，咁即係佢個同埋佢亦都即係佢哋個口吻就係覺得雨傘革命唔係好適當啊，即係佢話呢佢哋就話呢個表達方法唔係好適當，即係佢哋其實都係想好好。懶係中立，懶係中立咁樣啦，就話其實呢邊又唔係幾好嘅咁樣，咁大家應該認識基本法咁樣。係啦，即係咁懶中立咧，其實就唔係中立噶啦，因為有時有啲嘢咧，即係譬如你嗰度有殺咗個人，咁你唔會懶中立咁同佢講其實咧佢
殺人都有苦衷嘅，即係佢殺人可能因為佢精神有啲問題啊咁樣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殺咗人你就犯法㗎嘛。不過可能犯咗法又點啊？咁我唔知道。啱啦，係啦。唔係，或者我哋嘗試下喺佢個角度諗啦。點解佢講翻咁嘅説話出嚟？佢覺得即係唔係佢話因為有佔中呢件事，所以咧香港人要認識基本法。潛台詞就係、是、你認識咗基本法咧。你就不會走去做呢啲嘢，唔會走去佢哋叫佔中啦。係啦，咁樣點解認識基本法唔會佔中咧？咁基本法有啲咩咧？其實基本法好普通嘅啫，冇乜特別啊。基本法係寫得好ambiguous 啦，所以成日就會屈人大釋法啦。係啦，所以你認清基本法，本身基本法自己本身都唔清啦。係啊，咁你點樣叫認識基本法？其實我覺得佢哋講嘅唔係認識基本法，係認識你要。即係你係改變唔到現狀嘅，係啦。即係基本法所講嘅嘢，就算佢講得講成點，你最後決定權都唔係你嘅，都唔係你嘅。即係你總之你想點咧，基本法一定係同你唱反調嘅。係啦。點解咧？因為基本法佢解釋咧唔喺你度嘅，喺人大度嘅。係冇錯。咁所以咧，你認識基本法唔係認識佢寫啲咩喎，係認識佢認清咗佢嗰個合法性啊。嗰個本身上佢係唔能夠，佢係嗰個。不能夠被推翻的那個權威係啦，即係你要認清咗啲嘢，佢嘅意思就係、即係叫佢認命啦，叫你認命啦，即係叫你做奴隸啦，唔好搞任何嘢啦，係啦，係啦，你淨係做咩經濟交流算啦，係啦係啦，咩文化交流其實都唔係嘅其實，嗯，咁其實講翻即係講翻佢 promote 嗰個理念啦，咁我其實覺得咧，pro 民主的、所謂 商會啊，或者即係 pro 民主的所謂 promote 經濟交流嗰啲會係冇嘅喎，即係好奇怪係冇嘅喎。唔係，其實如果你睇睇佢哋華人，你睇睇佢哋個 statement 咧，佢哋有話咩支持民主定乜鬼㗎？佢有話支持民主。有啊有啊。佢邊度話支持民主啊？我可以話俾你睇。佢個 website 冇，即係佢話係唔即係唔支持任何政治嘢嘛，但係佢又講叫你認識基本法嘅喎，呢個係非常搞笑。佢係唔係佢有講話但即係佢淨係講加強咩移民的福的福祉的的咁樣。係啊，咁我記得我有睇過佢，總之佢係有講過話支持民主，但係。其實老實實，有很多建制派都話支持普選啦。即係民建聯都要。係啦，唔係佢哋個普選係乜嘢普選先？呢個即係你去到而家呢個位置，開始很多建制派、很多共產黨嗰啲人都中意用民主呢個詞啦，因為佢哋話自己嗰套就係民主啦嘛。共產黨立國嗰時，佢都話自己民主。係啦，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好危險喎。係啊。你尤其睇呢啲嘢，你真係要摸到底，你先知道嗰啲組織的本質是什麼。其實 我想說的就是我覺得應該找一班是同即係商人、或者所謂啲大粒啲嘅人、就應該搞一個promote 經濟活動或者 promote 啲商業活動，但是當然是支持本土經濟啦，呢個好重要其實支持本土經濟。亦都係順便係 promote 民主嘅，咁呢個點解好重要咧？一來你可以幫助到香港或者加拿大嘅其實，但其實又好難，你呢啲咁樣嘅貿易協會啊咩商會，其實好多都已經俾共產黨壟斷咗噶咯。你如果你揀插對腳埋去，會唔會有啲即係俾佢哋可能會有位俾佢哋去攻擊到你啊？其實佢哋會 block 到你，其實又唔係嘅，其實又唔係嘅，因為咧共產黨係冇原則嘅。所以如果你俾即係其實大家如果大家做生意咧，大家做生意係 mutually beneficial 嘅。咁如果你對共產黨嘅利益，即係你都有利益俾佢㗎，你做生意嘛，係咪？咁如果你嘅利益係 outweigh 咗對佢嚟講係 outweigh 咗你嘅壞處，佢係唔 kill 你。但如果你搞到咁樣嘅商會，然後你做出嚟，你係有部分嘅利益去咗共產黨度嘅。咁呢個仲即係可以諗下嘅，我覺得。嚇！嚇！咁或者你要有啲底線咯。即係當然有底線啦。而你即係你可以唔一定掂到佢哋嘅，你可以係支持
香港啲細嘅生意，嗯，細嘅商業都係支持小商户咁。係啊，咁你做呢啲嘢嘅好處就係香港人咧，其實係好即係好嗰啲叫咩專，即係好崇拜專家啊，好崇拜嗰啲所謂成功人士啦。係啊，係。咁如果你有咁嘅商會去。是帶 promote 民主的，即真的 promote 民主啦，係 promote 民主自由的，咁對即對對於呢個香港的民主發展其實很有幫助。係啊係。係、啊。咁呢，但係暫時係 lacking 嘅，暫時係 lacking。暫時都係冇。暫時都係。亦都係唔少有錢或者係上流社會的人都係支持民主嘅。係啊。係啊。亦都係因為那班佢哋就係怕咗共產黨走過嚟移民過嚟，係啊，就攞住大嚿錢咁樣。係啊。呢度有啦，加拿大有啦，香港都有噶。嚇！但係可惜就係、是、即係除我哋睇，其實蕭山都係啦，係程度上呢、這個公其實公民黨都係噶，公民黨都係。但係可惜就係、是、即係佢哋做嘅嘢都仲未夠點講啊？夠資本家。佢哋仲有好多係咯，佢哋仲係有好多嘅。很多的隱憂，很多 concern。 是啊，即其實 我給一個例子，就是自由黨、即是香港的自由黨，不是這裡自由黨，香港的自由黨其實是商家、就是、但是可惜他們是建制派，是啊，即是可惜他們是田北俊，可惜他們是建制派。那即是其實你說一個都不是，他們說自己中立的，他們有時做很多事都懶得是中立，不過有時真的挺搞笑的，有時他們真的為中立而中立的，即是23條那陣他們又咩啦？佢哋臨場就呢個係好睇利益嘅，因為佢哋、其實佢哋係利益行先多過政治立場行先嘅自由黨。係啦，冇錯。咁佢哋睇到喂自己啲生意可能根本都俾啲中資食曬喎。嗯。咁佢自然就可能會 pro 翻民主嗰邊，係啦，本土嗰邊。咁但係即係我想提個問題出嚟，就係話呢個算唔算係政治 spectrum 咧？即係呢個細細嘅一個領域咧？是暫時仲未有人做的。咁、如果有啲咩，又係可以諗下，即係大家有啲有志之士咧，可以諗下成立一個咁嘅會咧，咁就絕對可以同呢個加港協進會嗰度去抗衡。係啊係啊。OK。亦都可以聯繫一下頭先你話香港情懷啊，即係聯繫呢啲組織咁樣就搞一個，即係壯大翻，唔一定要話做一個即係。叫做有啲合作咁啦，唔一定係一個好 set 嘅組織嘅，但係有啲合作啊，咁你多啲呢啲組織分散啲好啲嘅，咁樣就即係令到個勢力壯大翻咯喺呢邊。係啦，好啦，好，今集嘅時間差唔多。OK， 我哋下集再見，拜拜。